家好，我是玉凤男生 Studio。今天呢是认真生存的第不知道第几集。好啦，那对我又换了一个材质包了，因为之前的材质包有一点点卡，对，就有一点点卡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呢，对，你们应该有发现，我把我的房子已经盖好了，对，因为那天想说很无聊，所以就来盖房子。所以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先来参观我们的房子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在这里盖一个类似凉亭的东东。好，那就差不多这样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那这一集也是我用我现在新的麦克风，对，新的麦来录这一集，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声音变得好听，如果没有那就好吧，随便。好，那这就是我想盖的家。那之后我们会在这里，不是之后啊，就这一集我会在这里装饰一点东西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既然就是我们的客厅，客厅旁边呢就会有，厨房，对，厨房这里就是放一大堆熔炉，然后也可以在这里烧东西，然后寂寞的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沙发是用石头做的，因为冰冰凉凉很舒服。好，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桌子。对，是桌子，对，这就是放两个栅栏门，上面放两个地毯，然后栅栏门打开就这样。好，旁边有个工作台，你随时呢想要坐沙发的时候，看着楼梯的时候，哎，我想要来做东西，点右键，哇，工作台就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都没什么魔法啊？哎，好啦，好像有，因为我有把它放在这地毯下面。好，再来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房间可以睡觉。那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有收集这些床吗？我从上面把它搬过来了。对，好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的认真来宾啦。对，他会弹的。呜，好，认真来宾，我们有第一个就是太阳，他是来第5和第6集；第二个是栏杆，他是来第11集。哇，好棒！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现在然后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，然后把我整个房间塞满，都是我们来宾。希望我们可以邀到那么多来宾嘛。好，那再来呢？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集有特别缤纷？因为新麦克风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？左边是我的父母室，我现在就有一个书柜。对，好，那再来呢？这里是我的储藏室啊，有没有感觉很不错吗？好。那我们之前上面不是有放很多箱子，我都把它移下来。那之后如果东西更多，就可以把它扩建。对，所以我放那里特别不用箱子或什么的，就是等待它扩建。那我们这里就是，这里是一些石头或方块之类的，这里是染料，有色彩的东西，这里是矿物。然后这里是沙，就沙漠的地方，这里是掉落物或者一些农作物，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木头大大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也是我们的十字工具，这里呢是我们的铁质工具，加上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，然后这里呢就是空箱子耶。好，然后这里你可能有时候打开箱子拿一点东西，哇，旁边就可以合成。好，好啦，其实还好。然后这里是铁砧，可以锵锵锵。好，那我们就介绍完我们的家了，有没有超狂超快介绍？好啦，那像我都身上没有东西，所以我们拿一点东西吧。那你们等我一下下，我要拿一点泥土，泥土之后都会变我们的垫脚石，因为很好拆又很好获得，然后少一个泥土也不会少一块肉，所以就差不多这样啦。我们以后就拿我们的泥土当上垫脚石。好，那我们的凉亭是要怎么盖呢？我们今天会用到大量木头，没关系，那里有，长得不是很 OK 的林场啊。好，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
这是几个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，你也知道，建筑是要，建筑没有一定的对错嘛。对，这是美劳老师教的，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！呵呵，我用上你的话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两个当然要一样高啦，这样一样高。好，我猜有，我猜有就是有。对啊，虽然上字幕你们会爱看，但是我是想要跑这个进度啊，因为我想要之后我这世界也有超酷超棒的建筑，然后酷对。好，那首先呢，这个我们要怎么讲？我们的结构已经弄好了，再来呢，我们去看看我们里面箱子里面有没有，不是里面箱子里面是。啊，也是啦，里面箱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木头半砖洞？嘿，洞，那快转吧。好，那我们26个，对，就是那么快就用完了。那还好，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放这个，有没有？好可怜，有没有自动砍树机啊？好像没有啊，还是可以每个月给栏杆100块，然后叫他每一天都来我这里砍树。啊，不要，不要对朋友对，还是栏杆你要不要每个月100块，然后你每天就在这里砍树，然后每天砍个87组，没有，好。那继续快点呗，哎，等下只剩5个，我们把它铺铺完吧。那我们就快转，不要快转好了，因为我会累，不是，因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好吧，那就快转吧。但是我现在讲话，我在快转的时候也会把我声音去掉，所以 ，Yeah, let's go, let's hit him on。上来哦 ，What's that? That is a pigman. Yeah, 爱猪人。好，对哈，我那地狱门好像从来都没进去过哎。哦，对哈，上一次原本要跟栏杆进去地狱，结果没有，栏杆要盖养殖场。对，所以那集后来也没有盖成。因为后来我们好像只整了地吧，然后对，差不多啊，不打，我掉下来了啦，好烦哦！说玩麦块真的是会吓死你，麦块是一个可怕的游戏，恐怖游戏啊，不是？哎，好，我想到了。我来开个，我讲太多话都会声音瞎哑，然后，啊，对，我刚刚讲啊，我口急，好，我刚刚要说，我们来开雪人农场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圣诞节还没到啦，但是嘞，我们就是要盖雪人农场，我才不管圣诞节什么时候到嘞。你们说对不对？5要晚上，是星星哎，好，赶快睡觉，不然僵尸哥哥会来抓我。好，我起床了，早安。有没有僵尸哥哥呢？没有，太棒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先用栏杆，对，用栏杆哦，不是用什么别的。好吧，算了，太棒了，我又没有栏杆了，栏杆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跟我玩海龟手？不是啊，做很多的栏杆，耶，啊，其实36个木棒其实也没有很多啊，大概只比我订阅数多一点，没有数学问题、啊。哪有比我订阅数还要多？我订阅数是全世界最高。
我是说我订阅数才70多，所以其实算还好啦，但就是全世界最恐怖。他说其实是还好的，不要那么想的。好，部门呢、欸？超想转移话题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要来。好，我们先去做火把，因为我怕雪人的家里面会有僵尸哥哥过来，然后抱一下雪人，然后雪人就融化，那就爆掉。那一个放这，一个放这里好了，一个放这里好了，这里艺术没有对错。好啦好啦，那首先呢，我就喜欢这样做吧。我在 Hive 有玩一个小游戏，嘿嘿，雪人。要动吗？嗨，哦，你动哎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雪人，第二号雪人，他讲，哦，雪人，嗨，好，不要出来哟、哦，这里不好玩，外面是恐怖的僵尸哥哥，不好玩。那我知道雪人可以被剪头，不是啊，听起来好恐怖，反正是你可以用剪头。剪刀就嘎刀啦，嘎刀可以剪掉他的头，并且真的好恐怖哦。嗯，麦块，好，反正你可以用剪刀，然后在他头上不知道做了什么，然后你就可以让他变可爱。用剪刀剪你的头会让你变可爱。好，麦块没有科学原则。嗨，我来剪你的头了。嗨。好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剪刀对他做了什么，反正让他变可爱了，可爱最棒，对吧？好，那其实呢，死开，我们可以干嘛呢？我们可以干嘛？哦，铲子，好吧，我放了一个铲子，但其实里面没有，有啦，石铲，好吗？虽然不高级，但也不低级。好，石铲就是这样，地级是木铲，木铲也地级。这样用铲子挖雪，它就会得到雪球，然后就可以把雪球合成成雪块，雪块就可以干嘛呢？就可以盖更多的雪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棒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棒？有吗？好，你说有就好了。开的、啊、不是，所以我说借口我要挖你的雪。他说有可爱耶，好酷啊、哦！哎呀，酷哟，酷哈！好吧，我不要再配奇怪的音效，多吃一点，啪嚓！哦，哦，无限雪，哦，无限雪，酷。酷爆了，我们就可以做29除以2等于87，我们就可以做87个雪人，有没有？棒吼，87个雪人，哇、哦，很多，多到你无法想象哎，哇、哦，好酷哦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呢就来做雪人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我没有南瓜了。 Oh my god， 不行这样吧。我没有南瓜怎么办？可以给我南瓜吗？虽然他的南瓜消失，但他也没有给我啊。雪人你好坏哦，雪人你为什么不给我南瓜？不给我。你要给我南瓜吗？嗨，他没有给我南瓜，你要吗？他们南瓜都消失，然后都不给我哎、欸，好坏、欸，坏雪人，自私鬼。好吧，把他全部的。南瓜都剪掉了，但他就是没有给我啊！你们干嘛挤在这啦？不要出去，外面有僵尸哥哥很危险。
所以我才能出去。哈，就是出不去哦。但感觉好坏啊。但不会啦，我们家上面雪人听起来很棒啊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棒哎、欸！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那如果喜欢哪影片，还是在影片下方点喜欢。然后如果喜欢那个雪人的雪人被不要说剪了，被动过手脚后的头，那就点订阅吧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喜欢我盖的良心建筑，虽然没有人会喜欢，但是也去我的 FB 粉丝团按个赞吧。好，然后呢，如果猪人不见了，如果想要救回猪人的话，那就去我的 IG 点个追踪。我 IG 改了，叫做 Yutong Channel， 对，是的。好，然后猪人消失之谜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